每个人都了不起。苏炳添创造了历史，请党放心，强国有我。我已出逃，感觉良好。2021年呢，我想用拼搏两个字，圆满、开心、平安，感于所有的温暖和善意，肯定是充实。最大的就是变得特别特别的忙。中国选手李文文十米超群，力夺该项目的3枚金牌。2021年最大的变化就是拿到了奥运冠军，现在就很开心，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的第一个目标。今天贺县长给你们直播的是最美雪景。2021年呢，我最大的变化就是由原来的乡村振兴一线大农口的干部转变成了文旅干部吧。自己最大的变化是学到了汉语唱歌，还去到了很多城市，还有看到了很多美好的风景。这一年因为洛城水库非常出圈，被很多人认识到了。北京民办神舟十二号。2021年因为参加执行了很多任务，随着这个任务执行呢，就是学校的双减政策，孩子回家几乎是没有作业的。2021年我觉得最大变化就是我买了辆车，而且是新能源汽车。我和广大网友一同宣传反诈，本来都是打算觉得都是卖不动了，他突然间就爆火了，然后帮助家乡，还要帮助很多人。2022爱健康，更爱赚钱。2022爱家乡。2022爱中国航天。2022爱健康。2022爱宇宙。2022爱生活。2022爱老婆。2022爱祖国，加油。2022爱你们，加徐建磊。今天找到感觉。今天能把这刀具再都配齐一点，啊，肉啊，菜啊。他们开始哇，特别合适。就我和陈警官一走，他们就开始吃。那你在这儿这么好意思？或者您走。每个人的成长都离不开学习，从小到大每一次学习都能让我们从中受益匪浅。现在通过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习栏、看新闻、学时政、敲视频、长知识、交学友，学习强国